Hello， 我是酱，继续我们的弓箭手们。这次我选择这个鲨鱼哥，鲨鱼哥要丢这个什么海神的矛子，居然抓着那只小鱼，放开那只小鱼啊！惩罚你，这次丢高一点，74，有没有机会中啊？这么高的，哎呦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起码要78左右吧，有没有这么准啊？拿鱼丢鲨鱼，这样对吗？70，哎呦，要前进一点了。哎呦，好可怕哦 ，Q 狼哦，去吧，我的小生鱼。哇，中了，是有，哎，喷起来啊！放弃就对了，哎呦，会弹起来耶！去吧，我的三叉戟！哎呦，没中！啊，刺穿我的小 JJ 的！丢！哦，爆闪！哇，弹起来，弹起来！爬起来啊，这位老兄！嘴巴张开，准备发射！丢！差一点啊！这是飞鱼又来了，飞鱼，飞鱼，哎呦，哈哈哈，没中！哎呦，我怎么老是在同个地方啊？哎呀，差到我的眼睛了！哎，可以再扯一点。欸，差不多，欸，可以吗？让我中吧。哦，headshot，最后一集了。Finish him，接受我的惩罚吧。刚才丢多少？60啊，还是怎样？欸，差不多，上吧。欸，没有必杀技。KO。对，过关了。好，我们再来换下一个角色看看啊。我们这次换谁啊？这个是消防队员啊。哎，他居然在纵火啊！哎，这什么啊？汽油瓶？哟，不会吧？小碎兵居然还分开打到我啊！看我的燃烧瓶，咻！啪！哇！这个伤害也太少了吧！哇！他那个矛可以加速哎！来，差不多，咻！啪！哇！什么爆头才一点点？哇！我一定要赢你啊！攻击力比你弱哎！哎呦，呜，好险，好险！丢！砰！哇，丢这么高！嘿嘿，没打到。是我的火球，咻，砰！哎呦，哎呦，被波及了！哇！
喂，好险好险！嘣，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，有机会哦！哇，不行了！哎，还有，好险啊！最后一滴滴的血，啊！燃烧吧！哎，居然还活着！哎，好险好险！去吧，我的燃烧瓶。嘣！为什么又打不到？在丢哪里呀？我在这里好不好？嘣！哎，是不是爆头了 ？Finish him！燃烧吧！啊，终于啊，没事了。Fatality！ 呼呼 ！Win！ 我想看这个老爹，他是丢毒药瓶的，哎，感觉好像蛮弱的哦。对面又是这只啊！哎呦，这个毒药瓶有效吗？没什么屁用啊！哦呦，擦肩而过啊，是不是？丢，中了，哎呀，才一点点哎，超少的。哇塞，命中哦！翻过去了，哎呦！我太小力了，哎！他居然没有持续性的伤害，哇！中两次啊！还没中啊！哦吼！哎呦，为什么都 miss？ 哎，换我了，换我了 ！Headshot！ 手下留情！哇！再高一点，高一点，哎，差不多。嘣！好险，好险，好险！哎，这个试试。哎呦，要丢到什么时候啊？哇塞，被 KO 了啦！攻击力差这么多，哇，被冰冻了，让 Fatality。OK， 游戏到这边啦，希望你喜欢。